不知道。到啦！啊，为什么一进来就是什么珍宝海鲜啊？因为他要让你先吃饱。啊，聪明的人会自己带面包，好开心啊、假装放松。耶、yeah ！没有，请进来跟环球拍照，3、2、1。我们好像什么游行队伍。欸、他已经摆出那个圣诞了，在最前面的。因为他就说三号就开始，三号就有。他怎么这么可爱啊？愿意被你施法。好可爱啊！他走路有风。对啊。走这么久才要进去。外面是什么商场？购物现场。他已经买了一个马车。为什么那么快就买了？因为这个早买戴越久 CP 值越高、啊。早就是脑波弱。然后就叫我带了这个来自台湾的斑比山丘。宜兰哦，宜兰来的小黄市集耶，好可爱。小黄的厕所。然后到霍格华兹了。我突然会想，哇！哇！好的，好的。哎，拍起来是亮的，但其实更暗。iPhone 12在搞什么？现在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？哇，我拍到了，其实才20分钟到。哎、欸，好快哦！对啊，哎、欸，我知道了。我们玩鹰马飞行，现在已经开始变得很多人了。刚刚玩哈利波特的时候，禁忌森林什么都不用拍。现在已经要开始。我们刚好坐在的是中间，因为刚刚说今天人太多不能选位，不然其实是可以选位。上课的人把装备包往大家位前放。没事，一定要的是我这样。集的那个那只是那个剑应该是 Ravenclaw 那个创办人的那把剑，我有点不太清楚。娘 Siri 哦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这真的好看，好质感。但看起来最好最舒服的还是那个那边那一个。对，带你们去看是哪一个？这一个史莱哲林的杯子，这真的很好看的绿色。欸、真的。我突然有点出息。Welcome to Hollywood. We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. 谢谢光。我们等一下要看一点的游行，结果发现只有我们坐在这边。嗨。然后结果没有人坐下来要看游行哎，我们现在很迷惑，而且我们准备要去的侏罗纪世界现在越来越多人，野餐时间。因为我在校外教学，我的粮食袋。You can
床到的时候忘记放斑比丘比，有让哈利波特看看宜兰的斑比山丘。斑比厉害哦，好迷惑，我们就跟着一群人一路这样拉拉拉拉拉拉进来，我们已经从园外走到园心。不是一个隐形运输机器人，任务是带领人类走向彻底危险的。但如果这里的老板会受到攻击，我也要协助将你带出去。进入 Spaceship 的啦 ，Spaceship，Go Go， 再见。这个无法沉浸式 ，again， 除非你带上这个，但好像也看不了什么。觉得是 emergency 啊？为什么？对呀，我需要。他宕机耶！这没办法沉浸式。哎，这看到是什么？哎，一样糊的不得。哎，这真的看不到。哎，我现在被困在这儿，然后完全装上不动。还好不是卡在喷水那里，狂被喷爆。emergency， 什么都看不到，现在我们就被困在中间，就在这儿。对，就戴着眼镜。真的就是可以这么无。好有悠闲的讲话，第一次在环球影城，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，好有趣。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，不需要第二次。还有不是刚坐过山车的时候会疯掉，随时都有可能开始，说不定我们录到一半突然咚咚咚。结果居然是真的，金价是派皮啊，金价派皮，金价派皮。我们遇到了百年难得一见的故障，然后莫名其妙剧情要结束这个最可怕的变形金刚过山车，啊，但它都不飞出来，我无法体现它有多可怕。它等一下，那个刚回来，刚出去。我们现在寄完物之后就要进去趴了。寄物中，手机也可以存。我刚带完那个过山车，觉得可怕吗？不可怕。他直接说。完全不可怕。我们决定晚上再来玩，那个二刷，真的二刷，完全不可怕。我们还坐第一排，可以玩一个刺激点的二刷，不要用这个二刷。在这已经是最刺激的，因为我原本超怕，就被他们拐上第一排，发现不玩第一排真的不好玩，所以一定要坐第一排。乱的一批，然后不要戴帽子，不要戴，会静电，疯狂静。小月姐，小月姐，你今天要高呼熊猫了吗？这超恐怖的。但我觉得晚上应该比白天好看。来，对，感谢故障。我们看到了 ending pose。是6:15的那一场啊。哦，6:15还一场，因为我们刚刚超越了这些人龙进来，才发现。城堡的面积。对的，谢谢。我根本看不到城堡在哪里。那我还不如在门口看。对啊。哦，好棒哦！要回去了，再见。耶，超高的。还不到。后面。超高的。我真的要疯了，这真的超高的，太高了啦！突然发现自己有最高症。哇、哦，上山好漂亮啊！秋天来应该是真的很冷。我啊，原来没写字啊，失望了。现在应该在第六号的炮台了，走上去。
到底，刚就爬了这么陡了，真的是累死。然后我们现在是下坡路段。我们搭的 Slideway 要吃 Subway， 没有录进去了。我们要去搭 Slideway， 哇哇，好意外哦！竟然在录音，我们要坐这个下去啊，好开心。现在呢要去准备去雪佛山的那个滑雪场，但是明天的行程我们现在要先去密云水库，但是我们远一点，然后要迟到了，然后我们的行李在这里，有一位大家最爱的时尚小高。我们现在呢正在车上准备要去密云水库，要两个小时的车程。我不知道那是哪里，我连今天要干嘛都不知道哟。那我们明天要去滑雪，这个应该知道了吧？对。啊，我这个脸真的超大的，好可爱哦。今天是可怜的日子，中国人在外面丢西脸。当然忘了请你，这里挺多的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外面有啊，都是保安的人，都是保安的人。我今天带的是 Scandi 的，真的超级超级浅，很像小票。婊子鹰眼，我没有这个权利戴鹰眼。他是没有近视的人的，因为必须羡慕吧。我不会戴鹰眼，但我很想要戴有颜色的看看，例如红色之类的。谢如意，我现在到了日光山谷，我们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子过来，然后现在准备要下车了。我们这一次是跟着就是。一些交换生，然后还有研究生的学长，还有我之前就是一些来台湾交换过的陆生的学生当交换生，其中一间吧。这是我们要住的地方。好冷，现在都还几度啊？负十五。哎，看不到。有，刚有。小心入土。我的，好可爱哦。我们现在女生是二楼，还有这个。各自稍微看一下你们想要哪一间吧，然后你们再讨论一下。哎呦，我们在里面拍照，我有坐这。我们再一次又住在了厕所旁边，我们宿舍也是厕所旁边。我们住了奶奶家，这边是两人床，然后还有小阁楼，上去，我操！还有两张车，这张超漂亮，这家我觉得很赞。耶，哟，不知道拍了啥，总之就是挺好看的。吗？大写的鸡吗？鸡，真的八，大写的八，知道吗？大写的八，这是。你给立起来就是鸡啊！这个品种品红酒啊，不敢当不敢当。现在是第一回尝试啊，看调味道，看之后行不行呀、啊？好喝吧。
Arc， 很烫，不好意思。OK， 先等等。Once again， 我们现在去滑雪。我们今天选在与佛山滑雪场，希望不要像煮饺子一样那么多人。手套是必备，然后穿这个，没事儿啊。这是今天价值300块的通行证。大家看这个防撞龟龟，你把它翻过来的。各位请用生命保管。你看它的朱雪服，它的雪服样式都很奇葩。我拿了一件我觉得比较好看的，但是裤子的颜色太好笑了。阿香的是紫色的，青花紫。好，我们要去换了。从来没有穿过荧光色的衣服，第一次。我这辈子也没穿过豹纹衣啊。经过千辛万苦，终于卡住了。卡住这个翘起来，就代表我的脚趾已经卡到上面了。还在试吗？那今天试什么？今天的云峰山没有那么多人，但平常会像包饺子。我们现在搭了这个扶梯。上去上面，然后才可以溜下来。哇，他超厉害的！哇，他跌倒了！哇，他跌倒都跌得很好看。这个也挺行。我今天是第一次滑雪，从小到大只有滑直排轮，其他都没有滑过。哇，真的蛮好学啊。优秀选手已经成功三次。什么阿珍选手？好，拜拜，一路顺风。爱我呀！太好笑了，上了一个贼船。这个这么陡，你知道怎么滑、啊？我们今天练训练。我们今天第一次滑呢，哦是，但大部分都是单板的，没有我们这种初学者双板。完蛋了，我决定我要用溜的下去。但是各位，这个陡峭的程度真的不是盖，因为真的不小心把碗摔上了，但再不下去。